请正方一辩上台申论。
性质特殊，他可能为了便宜行事，但要请教资源处理无关紧要的琐事，导致真正需要者没有办法被满足，进而侵害到整体社会的公共利益。二，警消使用的装备老旧且设备不足，无法有效的救援。现况下，警消人员使用的设备老旧，且未能定期检查，使警消执行时无法受到有效的保障。根据台湾警报的报道，高雄市消防人徐国尧表示，消防员设备不足，根本无法侦测现场的气体为何，即便有火灾应变队，也缺乏管线资讯。倘若贸然处理，便会引发气爆等巨大伤亡。此外，消防员的防火衣一穿就是七八年，脱线磨损，不仅已经没有隔热的效果，但事实上，三年替换一次才是正常的使用年限。那因为设备老旧的因素，并未导致用于消防员应当处置。可见设备老旧不仅影响了救灾的成效，更是罔顾警消人员的生命安全，忽视其工作权益。三，现况下，设施管道不畅通，警消问题未能获得完整改善。公务人员协会法第七条保障公务员的协商权利，但其列举国防安全警政、地震、消防及灾害防救等事项相关者不得提出协商，而警消与上述事项相关，理所当然不得提出协商，因此无法建立良好收场沟通平台。除了在法律规范之内，警消人员无法救济之外，政府往往开空头支票，消极看待警消人员的诉求。根据中央社及时新闻103年的报道，消防署副署长表示，目前缺1427人。预计在106年前陆续投入2925人补足缺额，但要根据105年联合新闻网的报道，内政部长表示，不足缺1500人，约在107年可以补足三千内的缺额情况。由这两份资料可以知道，政府在103年说的会补足人力都是虚应故事，后续处理态度消极，完全缺乏效率，得过且过。再根据台湾省报的资料，一名基层警员表示，在争取人力增加、班表调整以及出勤制度问题时，每到警务局前澄清，未必能获得理会，甚至要求需要找200律师来协商。而他们找到律师之后，警务局接受了陈情书，也仅是丢下一句“再演绎”，便搁置基层警员的诉求。从上述可得知，警消人员受限于法律而不能行使协商的权利，使自己的权益无法受到保障。而问题发生时，政府态度轻视且消极，常常百般刁难，甚至是敷衍了事，一句再演绎后往往没有下文。因此，唯有透过建立警消与政府的平等对话平台，使政府能够正视警消人员的权益。而劳动参政正是这个平台，警消能组织工会、谈判，甚至是罢工，来弥补凭劳资双方的不对等，进而更能保障警消权益及整体社会利益。综合以上三点，我方希望能借由行使劳动参权时，政府正视警消的诉求，积极解决问题。举日本为例，日本劳工工会因为反对裁员和减薪等不合理的劳动条件，于是在年底时和公司进行谈判交涉，但在公司不愿妥协下，工会决定要进行罢工。结果在发动罢工前，公司决定让步。还有国内华航罢工的例子为例，在他们罢工后，华航公司也同意了他们的8项诉求。上述两个例子再再显示，劳动上权环环相扣，透过团结、协商、罢工的形式，能解决劳资双方的问题，和平调解纠纷。最后，我方制度说明如下：全面开放警消拥有劳动上权，罢工需依照现况劳资争议处理法程序，通过工会投票决议，前两次协商后未通过需提早报备才可罢工。综上，我方主张我国警消应向劳动上权，核心分到此。请反方二辩上台质询。各位观众朋友，你好。首先先确认一下您刚论点，您刚论点说，警察杂物多，然后设备不足，然后以及情况下是本来不足，对吧？对，能解决。好，那先确认一下您方制度，您方制度底下是全台是不对劳警消行使罢工权进行任何的限制，不是行使对是吗？在罢工前是要两次协商，没有，就是要快速同意，然后在罢工前还要跟先告知。
先告诉政府，这政府可以不同意，这政府要。是不是他们就是他先报备之后就开始进行办公？是好，好，那是简单一下林芳的林芳说新光下杂物多嘛？我方这边有一份资料告诉林芳，我方这边有一份三立新闻网站告诉你说，内政部指出有关补足消防人力部分，中央已扩大消防人力招训容量，预计107年可增约2100人，然后之后在训练完厂区及设备扩建之后，可以从7732人增扩增1134人，人力补足更加有力。所以当面有这份资料告诉我们说，在这情况底下，政府已经有在做事了，政府已经有在。我方刚有举一份资料，就是说这个等一下。好。他在说。他说103年的时候，政府说就是救国的，就中央级设计的时候，他是在103年的时候，政府已经说他补足缺额。哦，这边我方这份资料是2017年，知道是你方怎么用不是，他当时在103年的时候说103年的补足，可是109年说107年的补足，他说还没有补足啊。他现在在这里来说，我都没有，情况是真的吗？他一定来说的。他说他啊，有人在说，是我吗？他没有说，他没有说，他是有人说。那林芳，我方会说，为何林芳在消防部门中可以有效解决这个问题？好，那我们接下来进行下一段。林芳说设备不足的问题，对吧？那我方这边有一份资料告诉林芳说，我会请大家分析什么资料？那我们先进一个采访。比方说，现况下深处管道不足，无法救济。这方面我方的资料在后续跟你方做解释，就是我方是如何哈。好，这边来，这方面这边资料告诉我们说，为了让打火救灾更加安全，消防局的设备全面更新。这边是雅虎的新闻，然后告诉我们说，在这样的情况下，已经从104年起用全面替换老旧消防资料，然后已经就是有配置消防衣给这些警消了。好，基层消防员对他们的消防衣的满意度达80%以上。那你方怎么跟我方说情况下没有做事？情况下这里已经有在做的没有？这样对？其实现况下缺的设备还有很多，还有补足消防。可是你刚刚跟我方说，你刚缺的只是消防。你刚刚，好吧，你刚刚举国王那边一直拿到有拍下，不用急。我方还有其他，还有其他。那你跟我说，好。那你刚刚拿举国王那边有拍，因为你刚刚举国王说他只是缺消防衣，然后我刚现在已经有在注视到，我已经看到资料了。可是你不能就只补消防一样，我们现在国内还有很多。啊，你刚刚起初跟我方说，你方缺消防。是好。好，那方面我方局这边有跟大家告诉我们说，现况下除了补足消防衣的话，也有补足其他的资料啊。这边有补足其他的，像什么智慧消防高安之类，就是会让他们的设，就是有这边像的设备啊。就是方面你方怎么样跟我方说，现况底下的事情没有办法去解决。所以那我方说你方问题，所以现况下，你方是为了开放劳动团，是为了让是会有事要让他解决这个问题。哦，2017年7月10日，好。这不是，不好意思，这边交是2016年资料。那还有其他份量的设备更新吗？还很多，像是有一份资料就看一下。OK， 好，在六星考察。是好。当时在救灾过程中心理串通，然后已经破旧不堪，太夸张。然后还有另外一个是，他六星也是他保证。请台上辩士停止发言。请反方一辩上台申论。
扩充训练等中心容器量。另外，警政署发现人力需求方面，过去的计算与实际差距太大，改采新公式后，推算出的人力需求数值误差可缩减到5%，将依照修正后的公式配合扩大招募人数，预估2020年可补足警力缺口。在设备方面，为保障第一线救灾人员生命安全，消防局自104年起全面汰换老旧消防装备，采购全国最高规格的欧式消防，目前已配发843套给外勤消防人员使用，今年预计再采购71套给新进人员。消防局指出，基层消防员对整体满意度达80%以上。在业务方面，根据情况新闻报道，为了减轻消防人员的勤务负担，消防署将检讨修正消防勤务的实施要点，并将值班改为值宿，而为了让消防人员能专注在更紧迫的救灾上，那些平均一年去处理10几万次的全包救援以及普通中舍的事宜，将由农政单位负责处理。我们可以知道，政府积极补足人力并精简业务，避免警消的过劳问题，增加经费购买配备，提升勤务效能，在保障警消权益的同时，更确保所有人民生命与财产安全。另一方面，假设未来人可能会发生其他权益问题，为保障警消能够直接且有效地与政府进行沟通，我方将开放团结权及协商权，但不享有争议权。警消人员得依工会法组建工会，在协商权的部分，依照团体协约法规范，劳资双方应本诚实信用原则进行团体协商，并无正当理由者不得拒绝。若协商不成，则可透过劳资争议处理法中的仲裁制度解决争议。警消工会或政府都可以申请强制仲裁。双方选定一位仲裁员后，向中华民国仲裁协会申请组成仲裁员。若双方选不定仲裁员，则由法院选定。仲裁判断的结果与法院确定判决效应。根据东京新闻报道，中山医药大学教师工会有感于教师劳动条件日趋严苛，103年5月为由，台中市教师职业工会启动团体协商，前后进行5次会议，日前终于达成仲裁，对教师的授课终点及导师费都有具体争取。由此可见，协商与仲裁具有成效，能够保障劳工权益。而我方不希望警消人员拥有罢工权的情况下，因警消人员具有不可取代性，罢工后将会对社会造成极大社会成本。根据《自由时报》报道，当一名专业的消防员得经过400小时的专业救助训练课程，包括急流救生训练、山内救援训练等，以及因应近年风灾、水患、震灾等天然灾害的能力。由此可见，若消防员罢工了，即便调派军队协助处理基本勤务，在发生重大灾害时，缺少消防员的专业技能，则可能导致问题的加剧。另外，根据东视新闻网报道，巴西1万多名的警察大罢工，短短8年的时间，谋杀案件达144起，犯罪率较平时增加了6倍之多。综上所述，我方已论证警消问题皆已被改善，也给予警消足够之劳动权益保障。但不该让警消以争议行为、罢工的方式威胁政府及人民生命财产安全。故我方认为，我国警察及消防人员不应享有劳动三权。我方社会到此结束。请正方三辩上台质询。电话线林方论点，那立快告诉我说，因为警察他们有具有不可取代性，他们如果罢工会造成人民生命财产上的安全。第二块告诉我说，因为他们罢工不会产生极大的利害，所以应该不准罢工。那上述两点林方论点还有没有？好，那我现在跟林方确认，林方告诉我说，是因为他们生命财产安全不可取代性，所以对于林方来说，任何罢工造成的生命安全、财产安全不可取代性，林方都不能接受。对，是不能接受。好，那在林方的世界下，可不可以接受一般劳工罢工？可以，对不对？是的，一般的警消的待遇还有他们工作性质，一般的待遇为什么不成立？为什么？他们劳工罢工是不是也造成人民的财产上的安全？可是问题是，一般劳工他们罢工比较主要受害者是那一家企业，所以问题是，来，你方没有回答问题，我问题是他是不是也造成财产上的损害？是，所以在财产上的损害，你方也是可以退让的。对，好，谢谢。那我们现在，那我来问，来生命权部分，你方告诉我往下另外一块，你方告诉我，因为他们的工作性质危及到生命权，所以你方就可以退让，对不对？所以任何生命权的退让，你方都不可以接受吗？好，那我问你，那你方试一下可不可以接受看护以及救生员这种维持生命安全、
对于维持人力人民罢工的工作罢工，你们可以接受？不行。为什么？在现况下，法规没有禁止他们罢工。所以你方是不是逻辑矛盾？没关系，你方超过辩是继续进行举证。好，往下一个你方确认，那你方可以借我检证你方那个巴西罢工的资料。好 ，OK， 没关系。好，就我方想要说的是，其实，在巴西的案子，我方这边举照告诉各位，在台湾的情况下，台湾的治安是国际排名40，那巴西的治安是国际排名108，所以其实在治安方面，真正发在台湾发生警察罢工，并不会像你方所说的那么严重，对不对？他说一个多星期下来。哦，我知道他一个多星期下来。对，所以警察罢工，他虽然可能不会造成像巴西这么严重的问题，但他还是会。所以不会那么严重，对不对？你怎么有办法确定？我刚刚已经告诉你，犯罪率跟那个是有关系的。所以在犯罪率没有那么高的情况下，可发生罢工的情况下，弊害不会那么严重，对不对？好，那往下给你方确认了。那倘若我方今天在制度协商要经过两次协商的情况下，所以今天其实政府已经有所准备，可以出动军人去挟持维持治安，那是不是这个弊害就不会产生了？好，没关系，你方可以继续忍。所以现在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弊害在我方施加其实不一定会发生哦。好，那我先跟你方确认，你方告诉我说你方的救济制度和我方可以检证你方那份资料吗？就是你方刚刚科着我方说现况救济制度完善的资料。好，没关系。就其实我方刚才想要说的是105年那份资料，他们告诉我们是，其实农业局其实政府他们有惯性跳票案件，他们在103年度告诉我们说他们要补足1427人，但他们在105年度的时候告诉你说，我们105年度好像还没达到这个标准，我们还要再补1500人，所以他不仅他没有补，他还越补越多。所以当面不觉得他们这个政府的态度超级消极的吗？超级没有诚意的。你方的资料，好，没关系。我方其实还要检证你方那个农政单位移交的那个。好，没关系，你方那个好，没关系，你方现在还没有告诉我说救济制度管道，你方稍后便是继续补充了。好，那我跟我方念一下就能知道，是三一新网知道内政部指出有关于你方可以告诉我是哪里？你说不加相关动物救济事项交由地方县市的农业局或动保处。哦，所以他现在还没有移交，对不对？那逐步移交，逐步移交，所以它会像发生我方上述所说惯性跳票的事件，它是不是会逐步发生？是吗？所以你方的制度下是不是还不能完全解决他们的问题？虽然现况下无法完全解决问题，但是在未来还是可以解决。哦，谢谢，所以没有，所以你方的现况下也还不能完全解决这个农政移交的问题，对不对？好，其实我方刚才还有讲，其实不止捕风捉影啊，还有一些帮艺人捡钥匙、捡假牙那些，所以你方这边也不能，你方也还没有制度上不能解决。对，好，谢谢对方辩友。所以你方这边，你方在于移交，你方在于勤务多这块方面，你方也不能完全解决。请台上辩士停止发言，请正方二辩上台申论。真的是重视你的诉求吗？还是随便摇号不行？
不行，我不接受。我刚无法理解的是，为什么可以透过这样的制度来达到真的达到他们的诉求？我刚希望透过罢工权，那这个筹码让政府能够更重视他们的权益，更在乎他们的权益，更能解决他们真正的诉求。而且，但是呢，这个其实聊天中，对方一直觉得说，其实人民的安全比较比起金钱上的危害比较可怕。其实不是这样的，今天企业在意的是现在是钱，而今天他们的员工罢工损失到他们的钱，被企业给予钱。而我方政府在乎的是什么？当然在乎人民啊，人民的安全。这人企业国家是给予人民，那企业给予钱跟国家给予人民其实一样，他们的病害是一样，他们可怕程度也是一样，并没有对方变说多可怕，国家多不在乎，多害怕，所以要避掉这块的风险。但是，对方并还没解释到说，情况下那些设备啊或杂物的问题有没有真的完全解决？也许对方被提出一个是要在转交，或者是有在拨预算，可是我方目前没有看到他真的有在执行，真的有在达成这样的诉求，还是只是我开一个空口支票，我说我要做，可是我方这边的资料就告诉你说政府说他要做，但是他却还没做，之后又在说他还在做，我方这边合理的怀疑说，其实政府其实没有那么有诚意，他只是一直开一个支票，然后好像有在解决，但是其实他没有积极在解决这件事，但是。我方这边的杂物问题，其实对方没有刚刚在第一轮的咨询中，其实没有问到点的。我刚刚说杂物太多，而不是说人力不足。对方并没有，目前还没有解决，目前还没有问到说，其实杂物太多，他们到底要怎么解决？只是移交吗？那移交这么多的为民服务生，他们能全部移交完吗？我方这边警察跟消防员他们，那有一份消防员诉求是。就是因为消防员工作促进权益促进会的资料，它里面写到说，每年接受为民服务案件高达15万件举报，总共抓蛇、抓猫狗、抓蜘蛛、抓鬼，且免费浮花盆、锯树、汽车接电、换轮胎、扫地、浇花，帮议员开锁、打蟑螂、赶蜻蜓，帮议员捡钥匙，还有要帮消防员，要请消防员去帮忙捞布袋，甚至还有其他资料，真的这么多的为民服务，他们只是挂一个为民服务的名字，代表让警消都要去执行。但是这样的杂物，我刚才前面也提出一个资料，已经危害到了真正该处理的业务，像救人、救灾之类的。但我刚才这边同份资料，其实前面写到说，其实先分队每天上班的人其实不到六个人，如果有两个人要处理救护案件，两个人要回应上级跟为民服务，扣除一个人的执行，那发生火灾的时候，其实只剩一个人去救灾，那请问这一个人要怎么救灾？我方这边想讲杂物问题是，我方应该要移除这样的杂物问题，让他们可以重视本业，去真正维护到社会上的公共利益、社会安全。但是设备问题，其实刚刚徐博那个例子，其实不只是衣服的问题，他前面还有说到是那些毒气他们的设备不足，所以没办法侦测到是什么样的毒气。即便他是有受过训练，他有应变队，但是缺乏这样的资讯，他们还是无法判断毒气什么造成气爆，造成他们的人员伤亡。跟还有对方面提出的雅虎的资料，我方这边的认为是，其实雅虎是没有在自己做自己新闻，这些资料真正来的出处我方是不清楚的。但是他方质疑我方解决一个问题，我方这边就已经告诉你们说，其实日本他们透过预告罢工，让他们的公司愿意出来跟他们协商，还有华航罢工后，华航也出面来处理他们的八大诉求，也解决了七项，也解决了很多一点的七项，但是。那个再演绎的，就是其实情况下就是一个。请台上辩士停止发言，接着请反方三辩上台质询。
那就需要给你。莫赞哥，廖妙玲，廖妙玲刚刚在申论时告诉我说，林芳哥我自己是说，我们在我方接下之后，劳工二选，所以林芳哥不会有他的时间。来，廖妙，今天我方的意见稿有提详细的提到说，我们是最后一个仲裁的手段，它是具有法律的强制效力。林芳为什么还会认为说我方对法律强，就算有法律强制效力，那不代表能保障劳工的权益。对，廖妙，我们会有一个仲裁庭，它会有仲裁，会拿到我们双方是。两边都会同意的一个结果出来，都没有什么林芳认为这是一个没有解决力的方式，而需要去转用到林芳认为，林芳认为他带 T I 会很大的一个罢工的方式呢？对啊，没有，而且 T I 在林芳在第一轮执行罢工的时候，林芳就是说，其实仲裁是真的能拿到他们的权益的。对啊，没有，我们刚刚也说他是会有找一个仲裁人，然后他对他找一个尽量去达到双方都会一个接受一个结果。好，对啊，没有，我再确认一件事，林芳在第一轮执行罢工的时候告诉我刚说。现况下，那些医护人员他能够罢工，对不对？对啊。来，对没有？今天他的劳资争议法第54条里面详细的写到，他是这些东西，他是需要维那个保持到他的最低辅导法，林芳也要保持最低辅导法，好不好？对吗？那为什么林芳能告诉 我这样子他取消罢工后半没有？我刚刚说的是救生员跟看护也是要维持到生命安全，为什么？对，但是对没有？这些职业他最主要他需要维持最低辅导辅导法。这些职业不用啊？为什么不用？对没有，在劳资争议法第54条，它会详细的规定，这些会维护到重大国家利益安全，这些你要把条文出来吗？我可以请这台下跟台下，这些会维系到国家重大的利益，像是自来水工业、电力工业，或者是医院这些职业，它必须维持到最低的服务条款才能够去进行罢工这个权利。对没有，今天在林芳的时间，它是没有最低服务条款这个东西的，所以在林芳没有办法告诉我，这样子在林芳罢工之后，它的弊害会很小，这林芳接受吗？我方面有想要讲罢工或弊害会影响，就是因为它后面会有弊害，所以政府才想要尽量用其他人解决，不想要达到后面的弊害。好，所以今天你方认为说，今天只要在罢工权这个影响会很大的情况下，政府就会积极的考虑跟他。它其实也没有多大，是跟一般企业跟人一般企业跟劳工一样，就政府在乎的是人民，企业重视他的钱啊，这其实是一样的。来，最后面我们现在看这些资料，这本是那个他的。劳资争议的那个，他这边就有提到说，下列影响大众生命安全、国家安全或重大公共利益之事业，劳资双方应规定必要服务条款，工会使得罢工，里面就包括了自来水企业、电力、燃气工业，还有医院。就像林芳刚刚所提到的那些职业，他是必须要维护到最低的服务条款才能够去进行罢工的。所以今天刚刚没有在林芳的世界上没有到最低服务条款，所以林芳会有个在像我刚前面所提到的巴西这种罢工之后，我方就承认罢工会有变，但不会像刚刚那么大。再来是，我方是因为现在有这个弊害，所以让政府可以继续协商，而不要现在。所以今天在你看的，你们现在是一定会有弊害发生的，对不对？如果他们协商失败就罢工，当然会有弊害。好，那今天我们再看前面那份资料，今天你们告诉我说，现况下他的那些警消员他都没有在更新这里。来，我方这边有份资料，2017年6月1号，今天在消防局自2014年，他已经开始汰换老旧设备装备，采购全国最高标格的欧式消防衣，是就目前他已经很积极的在。更新设备，它的消防员它的使用度也高达80%。请问对方，你方为什么还会认为？所以现况下，他也没有积极在解决这个那个消防衣的装备。而且我们刚才有提到，他其他在警察差不多，他现在已经积极的在转交这个劳务部了。先解决设备问题。在你方虽然说有一个可能现在积极在更新，借我看的资料。好。这份是2017年的，就是现况下最近的资料，也就是说，现况下政府已经积极在解决，而且我方刚刚有讲到说，现在他对于刚刚所提出的那件杂物，前面写到说是因为为了避免国定，就是他其实应该是发生火灾，为免避免国定已经不是，所以才加上才补足装备让。他原因是什么？重点他现在不是我刚刚讲的，好，就算您方有在做，但是也是事情发生后才在做啊。我方想要的是事前就解决，而不是事后的解决。像我方前面，那重点是现况下有没有解决？现况下有没有解决？来，断掉。然后再对于你方一开始讲到的那些农物杂物，我方一开始前面没有开会，跟自己有提到说，现况下他已经是逐渐在转交，把这些事情逐渐转交到农务。那你只有转交工作社？
请台上辩士停止发言。接着请反方二辩上台申论。
请正方一辩上台质询。不是啊，你如果今天缺一个，你跟你妈说你缺一个
请问一下，就是好，没关系。谢谢还没，就是请问一下，就是请问一下，林芳的林芳是说，林芳是认为所有弊态事都显现在罢工身上。对，对啊，那所以说没有罢工，他就没有任何弊态吗？你知道什么意思？你刚说，林芳刚刚是说罢工，那个弊态都显现在我刚刚罢工之后，可能会造成其他事。那如果没有罢工，就没有弊态？请台上辩士停止发言，接请正方三辩上台申论。各位好，新闻对方辩友刚好告诉我们说，他们其实他们觉得他们也要应该要解决这个制度上的问题，所以他们也设定也告诉我们举证很多的资料来补足这个设备。但是其实通过刚刚的咨询答辩，我们知道他们的设备补足可能会发生像我刚刚所问的缺 A 补 B， 缺消防车他补消防衣，或是缺热显像仪他也补充欧式消防衣，所以今天他方并没有告诉我们他们可以完全解决这个设备补足问题。所以在这些设备补足上，他们当然还没证明他们可以完全补足。再往下看，对于我方告诉我们的其他杂物部分，他们仅提出一份关于旧猫旧狗案子，但是我方进一步举证告诉各位：一，他没有告诉我们全部的县市都有比较；二，他没有告诉我们除了捕猫捉狗之外，其他的业务会不会有没有比较。所以今天他方告诉我们他们可以解决的是两件事情，自始终都不能解决。好，那往下看，我方告诉我方先想象一个情况哈。今天倘若我们缺乏这些消防衣或者这些杂物，会发生什么事情？今天假设你早上起来，发现你的家人倒卧在你身边，又或者是你发现你家突然会锁住，就是你打电话给消防员，他就爱莫能助，告诉你说：“抱歉，因为我们早上有一送一件很捕猫捉蛇的案件，所以我们家的警力不足，所以面对你的诉求，我们无法开消防车，无法开救护车去救我，所以我们爱莫能助，那你自己保重。”那这样子是你只能呆呆的看着你的家人在你的旁边渐渐失去，又或者是你能看着你的毕生心血。在火灾场中付出东西，又或者是今天在火灾抢救的时候，在火灾抢救的时候，因为消防员缺乏热显像仪，他身上背着那个病，他身上背着那个患者，但是他并不能判断哪一条路是正确的，以至于他可能在火场逃生的时候，他走错路，导致他们两个双双一起烧死，不仅人没救到，然后导致他这个人也殉职，又或者在警察他们在警匪枪战的时候，因为他设备不足的关系，导致他让嫌犯逃脱就算了，可能他自己还中弹身亡，导致他一个殉职。这些弊害都在对方辩友的个案这世界下是会长时间的一直成立，因为他们并没有解决制度问题。好，往下，就算今天对方辩友告诉我们说他们可以完整的解决这些问题，透过现场的制度在一下补足，但我发现告诉你，他们通常都是在唯有出事情之后，唯有警告之后他们才付出，又或者是其实今天在我方的制度下，我方透过工会的出现，可以让在长时间之下，长时间之下保证去监督这个政府，他可以补足。今天这个英明神武的市长，他可能一次性可以补足这些消防条件，但是这些消防设备是会老的，他并不会永久成立，所以我们无法保证他下一任市长会不会像一任市长的命令的时候，说明这些奇怪业务被加回来，或者是这些设备老旧，同样老旧的时候，他已经没有在补。在我方的世界下，这些消防工会可以透过他们的协商权，透过罢工权去威胁政府说，你若不补，两年快到了，三年的设备两年快到了，你要赶快补。所以今天在消防设备上面，我方认为其实，在消防设备，我方认为我方补足各位。好，再往下看弊害。其实双方今天可能认一件事情，就是其实双方的弊害，我们方的弊害只体现在罢工这边。但我方想要告诉各位，其实今天在罢工前还有两次的协商，真的是到不行的时候才会进行罢工，所以弊害并不如对方辩友所说那么大。但是在正常比较上，如果真的倘若是发生像真的无法解决公共弊害的时候，公共利益损失的弊害的时候。其实，在我方的施行下，也会因为他方设备补助，或者是人力缺乏问，或者是因为奇怪的情况而导致他无法救及时救援，或者是他救援的失败，也会造成公益上损失。就在这块上的比较，双方的弊害是打平。
在我们下来，但是在我方的制度下，我方可以透过工会去监督，政府或协商机制，告诉各位说，其实今天消防员的权益可以提升，消防员权益提升的时候，可能可以导致他在救灾方面可以更加迅速，或者是他在救援的方面可以让民众不会他民众的损失不会那么死伤的惨重。所以其实在消防权益方面，对方辩友是没有达成的，我方的成功证明说，其实今天在这方的制度下，我们是可以证明。最后来看，其实我方还有一份资料，我方其实有资料告诉各位说，期间罢工，其实今天不用罢工也可以和平的解决。透过日本的例子，我们可以告诉各位，其实他们只要嚷嚷要罢工，政府绝对不愿意他们协商，所以弊害不一定会产生的。好，最后我们来看，其实今天在公共利益方面还有一块就是，最后我们来看，其实，在台湾是我们在他方举的那些例子，在台湾其实台湾的劳工意识阶级没有那么像国外那么强烈。也就是其实在台湾劳工意识左派并没有像对方没有告诉我们的那么多，所以其实现在劳工意识方面其实并没有受到他们的，因为他们提出的主往往都是符合他们自己同意，并不会过分。请台上辩士停止发言，接着请反方议院上台质询。双方参与者在罢工对，可是好，那罢工权，您刚才有举到一个日本的例子，是可以请，我可以请他边，其实我方只是想要讲，就是今天在没有罢工权在后面当靠山撑腰的情况下，今天政府的态度其实他是不用理你。来，这一份资料，这一份是这份资料他告诉我们说，说2007年起，并向公司乔安进行谈判交涉，但在公司不愿妥协下。工会在2001年春斗时决定于3月23号进行第一波24小时的罢工，然后4月14号进行第二波24小时的罢工。但是其实在发动罢工前，公司就决定让步。先确定我刚没有念错字，我刚知道资料上面念了。这方面您刚这份资料刚才写说，就他的原本是日本国的现状移民嘛，所以他是私人企业嘛。那你，私人企业的工作性质跟警消他们属于。他们属于国家工作性质，他们照理来说，他们工作性质上面是不一样。请问您方为什么有办法将私人企业跟警消来做一个？没有，我方这边只是想要告诉你的是，今天罢工的一个发生，他们可以在通过前面协商程序就可以解决。这是我方这边主要想告诉你方的意思。那现在假如你方真的罢工的话，那的话不就会那这样的话不就会造成这样的话，那人民不就会人民如果发生事情，他们找谁？就是要找什么意思？那如果警消他们罢工，那假如人民被抢？被杀了，被怎样？被撞了还是怎样？那请问他们是？所以我方这边不是告诉你，我方今天在守职的时候就告诉你，今天台湾跟跟你方举说巴西不能类比。二，今天可能在出现军方也会在，因为他已经有提早协商跟已经有前兆的情况下，他一定可以提早上街维持治安，所以弊害并不如民方那么大。第三个，我方刚刚在随意的时候也告诉各位，今天就算尽管真的有弊害产生。但是因为民方没有透过的行使劳动三权，在于他们救灾救难的时候，因为他们设备差，因为他们有奇怪的情况，也会导致公共利益上的阻碍，双方实际是比较不出来的。好，那民方刚才说奇怪的是，民方刚才也说杂物太多，对，急迫性救援，然后就说打电话的例子。那请问一下，人民打电话去消防局，消防局接电话不会去分那个事情的轻重吗？你这里失火跟只要救一只猫，请问消防员，请问接电话那个人他不会分？不是，他已经去一刀先开消防员，他已经去救猫了，所以他那个人的缺口已经造成了，所以接电话只有一个人。
所以他如果纠超两个人，他就缺一个人，所以他就不能导，就不能去救人，导致那个救人很被耽搁。可是我方想要表达的意思，就是他已经去救了，就是这个人力缺口已经造成的，所以导致今天在这个个案下，在这个个案上现况下的能力就只有一个人，可能不足开消防车的四个人，或是开救护车的两个人，导致他无法去救人，进而导致公共印象的损失。这是我方想要讲。我方刚才证明说，我方刚才就是说，政府也开始在我们列车站来说，您方这个例子，再来说，在未来是不太可能发生。您方补人力不是，您方补来两层，第一层您方补人力，我方刚刚透过前面一篇稿子告诉你，政府常常嚷嚷要做，但他其实都没有做。第二，今天就算补人力，这些奇怪的业务也会让他们的人力左支右绌，无法负担。是我方也给了警消协商去，所以他们是可以去跟政府做协商的。那如果政府，所以如果在此来，今天在双方的事件下，如果协商不成，你方是仲裁，那如果仲裁不成，你方是再上诉，如果再上诉不成，是不是这个个案就不能再谈论？而在我方的事件下，今天如果协商不成，可能他停用罢工威胁政府来，你要跟我好好的谈。那在双方和好好的谈的情况下，更可以符合双方的需求，是不是更可以舒服？那这方面，您方刚才说罢工可以让政府去跟警消，就威胁政府哟，你要跟我说。对，这方面哦，您方刚才说威胁政府，是不是？您方刚才说威胁政府，所以警消罢工，所以他们就是要拿人民的生命安全去跟政府做筹码嘛。今天政府他人民受到了迫害，他想当然了，他一定会去答应警消，他一定会是站在人民的立场，他先去答应警消要求，尽管警消的要求再怎么的不合理，他为了人民的安全，他还是要去答应警消、啊。不会，今天在台湾的情况下，今天其实老跟我爸他们，他们也不会。警台上辩是刑事发言，借请反方三辩上台申论。我讲各位，我刚才一开始的时候也向对方辩友提出了几个像是解决现况下对方辩友所认为的那些问题。虽然在现况下，他可能政府真的做得很慢，但是他的确是有在做的。即便说像对方辩友他真的想要这么快去达成，就是说像是对方辩友他想要透过罢工去这么快达成，我刚才这边我刚也有像是协商跟仲裁这些东西，也就是说，我们在对于某一件事情的协调上，在协商部分都是一样的。我们要，所以我们最主要比较是在对方辩友的罢工与在我方世界下的仲裁的差别。今天在对方辩友他的世界下是，当警消员拥有罢工权之后，他可能会，就是因为在对于警消员他这个职业上，他是原本是为了保障人民的生命安全，而在今天在对方辩友世界下，他是警消员拿这个当作筹码去跟政府谈判。也就是说，今天在对方辩友，而且对方辩友在前面跟我方确定的说，今天在他方拥有罢工权的情况下，没有办法去确定他方所提出的要求一定会被解决。也就是说，在都没有这种解决的不明显的情况下，而且所带来的对人民的伤害又非常大的情况下，我方在认为说，在拥有仲裁权这种情况下，会比对方辩友啊，实际上还好，因为在仲裁，我方前面也有解释到说，它是由双方各选出一个就是双方去选定一个仲裁人去对他们做出一个对双方来说最合理的一个结果。也就是说，而且这个结果到了后面还是有法律强制效力的。而且今天假如说，如同像对方辩友所说，他可能会变成偏向某一方或者是不合理，我方会依照像是现况下的这些最就是会能够去上诉到高等法院，之后再上诉到最高法院，最后会变成就是依照现况下的劳资争议法去进行处理，他可以上诉三次，以至于他到后面还是可以变成一个
双方能够达成一个协议，而不会像刚刚妙所说，它变成只是一个一味的偏向某一方的一个制度。所以今天在东庙那些可能那些今天而且今天在东庙他的罢工权行使下是没有最低服务条款的，也就是说今天警校人员罢工之后是没有人在维持治安，没有人在救火的。今天东庙为什么会告诉我说可能说因为现况下他去做一些杂物而以至于人力不足，但是今天东庙他的原因是因为我今天要罢工，所以我去救火。这样比较下，而且我刚刚有提出资料告诉我们说，现况下已经有补足人力，就慢慢的补足了。现况下这些制度都已经慢慢的在完善了，而且这些捕猫抓蛇这些可能都会慢慢的转嫁到农民局身上。但是今天都没有，居然还想要让他们拥有这个罢工权，会影响到人民这个生命安全的手段。就是说，今天警消员最主要的本质就是在于要保障人民。今天都没有，他想要让他做出一个违背他自己工作职业的一个事情，就是让他罢工，进而去对政府做成影响。我刚才一开始也提到，今天巴西的警察人员罢工之后，犯罪率上升了6倍。虽然他本来的治安就不好，这点的确，但是他的确在罢工之后，犯罪率又上升了60%。这点我们可以很明确的表示到，今天在不管在哪个地方，只要去有人去罢工，只要警消员去罢工，他的犯罪率必定会上升。而且在消防人员这个部分，会变成没有人去救火，最会变成像刚刚没有，会变成说这个地方失火了，没有人去救，以至于他的死伤人数会更惨重。然后今天在现况下也有慢慢去做改善，不会像刚刚所说到的那样子去变成说完全设备老旧，以至于他救的人变少。而且即便现况下真的有这种问题，没有办法去解决，我刚在我刚刚接下来也是能够像刚刚没有的那一些协商一样，只是我们作为最后一个谈判的筹码是不一样的。而在今天都没有这个筹码是会影响到人民的生命安全，而且解决力也不明显。反观我刚今天在我刚的这个仲裁的制度下，还是最后的结果是双方都会答应的一个结果，而且是具有法律强制效力的。就是说，今天这个结果是双方都必须去执行的。在对于这个解决力明显的情况下，而且在对于我刚也不会对人民去造成伤害，所以我刚会认为比起刚没有那种会伤害到人民而且解决又不明显的情况下，我刚认为在拥有。在让警察员拥有协商权、团体权以及仲裁权的情况下，都要妙的拥有劳工三权，警方还好。纵上我刚认为，我警察人员不应拥有劳工三权，方生命到此结束。请正方二辩上台质询。